马云，为你带来改变商业模式的思考。创业者很重要一点，不是你的公司在哪里，有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光在哪里更为重要。肯德基并不在纽约，但肯德基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企业在定位的过程中，你要明白自己的产品能不能走那么远，该不该走那么远，是不是可以走那么多远。就是我前段时间跟那个吴英，我们去拜访了李嘉诚，他讲了一个事儿，可以在座所有创业者可以思考一下。有人问他，你李嘉诚凭什么多元化经营，什么都投，你做这个做那个几乎大部分都成功，为什么中国绝大部分人做不成功，你能做成功？他说，其实做生意要记住，手头上永远要有一样产品是天塌下来你也挣钱的。所以这是我想李嘉诚给的一个建议，不一定要想做大，做好了。咖啡卖了两三百年了，像星巴克这样卖成这么大，15000家店在全世界，一定有独特想法。等你有这独特想法，好的模式以后再推广也来得及。最优秀的模式往往是最简单的东西，尤其初创的时候，寻求单一简单最重要。我们最怕碰上一个人说，我有这鸡会生一个蛋，这个蛋将来会变成，这鸡说不定再生鸡以后变成奥斯卡的金牌鸡，然后越说越悬，我们说就越跑越远。中国现在的创业需要的是有个两三百万的投资，可以做一两千万的生意，我觉得是挺好。我们就鼓励隔壁王大妈，为什么把面店开得那么好，开得挺滋润的。所以我希望中国更多的创业者要有伟大的梦想，但是一点一滴的做起来。学者型的创业者是从宏观推向微观的，宏观大势非常好，根据这个大势我一定能产生出来。那有的时候大势好未必是你好，你好未必是大势好。很多创业者往往从微观推向宏观，绝大部分的创业成功者都是因为发现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发现一群客户的需求，把它去创造出来。聪明是智慧者的天敌，就傻瓜是用嘴讲话，聪明的人用脑袋讲话，智慧的人用心讲话。千万别把自己当聪明，最聪明的人相信别人比你聪明。男人的胸怀是冤枉撑大的，多一点冤枉，少一点脾气，多一点微笑，你可能会更成功一点。称得上 CEO 一般都要1000名员工以上，你可以称自己 CEO。 所以我们公司，我觉得很多年轻人现在拿出来就两个伙伴，一个是 CEO， 一个 CFO， 就是让人家觉得不踏实。好，再见。创业时期千万不要找明星团队，更不要找成功者在一起，就是已经成功过或者非常成功的人跟你一起创业很难。所以创业初期要寻找那些没有成功、渴望成功、平凡、团结。本视频有可能会改变您的一生。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个体户发了，第一批炒地皮的发了，第一批买原始股的发了，第一批搞互联网的发了，第一批做网商的发了。为什么这么多第一批发了？因为他们都凭借眼光和行动力，牢牢地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商机。如今还有什么第一批轮到我们？全球经济每隔3到5年就会有一次重大机遇出现，恭喜您，互联网加的时代到来，您有机会成为第一批云商。只要您牢牢把握住，您也会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从而改变命运。当今社会，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你在玩手机的同时，是否想过利用一部手机就能住家创业，无需进货发货？很多普通人通过我们实现了自己的财富人生。我们有高效的运营团队，自动人脉倍增系统，100%成交客户的沟通方法，手把手教你如何运作。如果此时的你没有创业方向，如果此时的你想改变生活现状，如果此时的你有着赚钱的梦想，欢迎咨询微信9086-05026，9086-05026。真正的精彩在后面等着你。这个共同理想的人。
创业要找最合适的人，不要找最好的人。豪华团队往往就不愿意做那个细节工作。我以前经常讲这个，让我投资五个 MBA 组成的公司，我一定不投，因为五个 MBA 在一起讨论谁当 CEO 都有半年好讨论。创业者往往是个开拓者，创业者最大的快乐就在创业过程中去学习去提升，所以很多时候是创业者因为自己搞不清楚而去创业，等你都搞清楚以后可能就不去创业。作为 CEO 和创始人，首先他本身的最大的职责就是企业文化的推广者。当然我觉得企业文化制定目标、共同的使命和价值观是很容易的，最艰难的地方在于点点滴滴的实施。第二个，任何一个企业的文化必须和他的所处的行业和他公司本身的特点要吻合，然后怎么去把它实施贯彻下去。这世界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关系。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尤其我一样，我们更没有关系，也没有钱，是一点点起来。我相信，记住，关系特别不可靠。做生意不能凭关系，做生意呢也不能凭小聪明。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你明白客户需要什么，你实实在在的创造价值，一定会有机会，坚持做下去。诚信啊，它绝对不是一种销售，更不是一种高深空洞的理念，它是实实在在的言出必行，点点滴滴的细节。所以诚信是不能拿来销售，诚信啊是不能拿来做概念的。最好的模式是最简单的，赚钱模式越多越说明没有模式。所以呢，我们创业者永远记住，全球的眼光要中国制胜，全国的眼光也要当地制胜，一个全镇的眼光是小店制胜。然后创业的时候呢，我建议呢，大家要做自己最喜欢也最容易做的事情。企业永远做企业该做的事情，别去跨到政府该做的事情，那就会很累很累。我给所有的创业者一个建议，就是少做就是多做，啊，不要贪多，把它做精做透很重要。那如果碰上一个强大的对手，你应该做的是，不去挑战他，而是去弥补他。做他做不到，去服务好他，先求生存再求战，这是所有商场的基本规律。你还没站稳脚就跟人挑战，你一定要输。一个企业家首先要具备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的一种品德，一个职业经理人也必须要有企业家的胸怀和眼光，才能做好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所以呢，只有把别人的时间、精力、资源当作自己的时间、精力资源去做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做一个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 CEO 首先要学会把自己的产品用最简单的话告诉全国人民，你才会有机会赢。不能说我就请个史玉柱，我就请个熊小哥，那没有用的。最后还是你自己是这个产品的拥有者，你必须要用自己的思考。优秀的领导者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而一个经理人往往比较愿意看到别人的短处。所以永远要相信边上的人比你聪明，一个相信边上的人比你聪明的人才是真正的智慧者。优秀的 CEO 和领导者在给员工展示未来美好前景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展示未来的灾难是什么，想清楚未来的灾难，你才能度过未来的灾难。人家可以拷贝我的模式，但不能拷贝过我经历的苦难，不能拷贝我经受的委屈，不能拷贝我不断往前的激情。短暂的激情啊是不值钱的，只有持久的激情才是赚钱的。学习是无处不在，学习不一定坐下来，而是去听去看，从客户中学习。我当年到金庸澳大利亚的房子参观，满房子的全是书。我问他这个二战的情况，他给我讲二战的时候澳大利亚战争是怎么怎么打，澳大利亚军队是从哪儿布阵，我佩服一塌糊涂。最后我问他，您书看得正多，他说我知识太少，几乎不看书。所以这个有时候把自己的强项藏起来，把自己的弱项暴露出来没关系，但把最强的最长的藏起来。一个项目一个想法如果不够独特的话，那很难吸引别人。我认为蒙牛小肥羊不是策划出来的，是踏踏实实的产品服务和体系。这个大家都知道史玉柱是个策划高手，但史玉柱在我看来，他对客户体验营销以及产品的真正客户体验的认识是真正可以称得上大师级的。产品质量服务
可能是有了这些以后再做策划就会成功，没有这些东西一切策划都是空的。做任何事啊，要有时间、耐力和耐心。80年代的人千万不要跟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人去竞争，要跟未来竞争，这样你才会有赢的可能性。那么很多人生的第一桶金跟第二桶金，我认为就是人一辈子经历了什么。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我要必须建立这个原始积累，狠狠地往前走，这很有可能就折了。永远不要让资本说话，让资本赚钱。所以让资本说话的企业家，我觉得不会有出息。但是重要的是让资本赚钱，让股东赚钱。如果有一天你拿到很大的钱，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做你认为可以创造价值、可以让别人持久赚钱的想法，我想有一天资本一定会听你的。创业者最优秀的品质就是真诚，永远是做自己。因为做自己的话，不管再丑陋还是很好。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校门口碰上我们校长，我们校长跟我讲，马云，你到那个学校5年以内不许出来。我脑袋一拍，好，5年内我不出来。但是我没想到我分配到那个学校一个月工资就89块，后来深圳改革开放给我1200，我那时候真压力很大，92块，那边是1200，我说承诺就是承诺，不去就不去。第3年海南开放给我3600，我那还是90几块，所以我说承诺就是承诺，就是不去。但是没有想到这5年的在学校里教书的5年给了我无数的好处，懂得了什么叫做浮躁，什么叫不浮躁，什么叫去听别人，怎么去做，点点滴滴你才会走出好的路来。很多人会讲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都是好士兵，但是我认为当不好士兵的人永远也当不了个伟大的将军。所以每个人都在下场。改变文化很难很难，但也不是不可能。15年以前我开始做互联网，我说要做电子商务，谁都认为怎么可能在网上买衣服，怎么可能网上买东西。现在越来越多，你坚持走下去总是有机会。最难的是什么？我们从战略里面明确的目标啊，然后提供明确的价值点。商业社会其实是个很复杂的一个社会，但我觉得呢，只有一样东西能够让自己把握起来，就是诚信。因为诚信所以简单，越复杂的东西越讲究诚信。企业家、商人和生意人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认为生意人唯利是图，有钱就赚，商人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必须承担社会的责任，创造价值，完善社会。但是这三个，你要想做好一个优秀的生意人、一个优秀的商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你必须有一样同样的东西，那就是诚信。诚信是个基石，最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最难做的，但谁做好了这个，谁就路可以走得很长很远。你知道人为什么会上当？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贪。我是大学里出来开始创业，有4个人骗过我，那时候比我大多了，每次他们讲的故事非常好听，但是每次我都上当。今天我活下来了，骗过我当时比我大多的企业，这4家企业都关门了，而我们还存在着。骗别人的人一定会有一天会倒霉，而要不上当，就是让自己能扛得住诱惑，扛得住压力，扛得住贪。是因为你贪才会上当。竞争，我认为这商业过程它是一场游戏，它更是一门艺术。第一点是要向竞争者学习，只有向竞争者学习的人才会进步。如果你竞争过程中你自己觉得越来越累，一定是你出了问题，应该让对手越来越累，你越来越开心。但得到的结果是让对手心服口服地说，我输了，你比我厉害。这样的竞争者才是我们倡导的竞争者。人要成功，一定要永不放弃的精神，但你学会放弃的时候，你才开始进步。创业者要走的路很长，中国充满了机会。我们希望中国未来的企业家、未来的创业者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上面，我们的一切都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所以呢，我一直在想，士农工商，士农工商，为什么商永远排在后面？只有商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未来的创业者、企业家必须把完善社会、促进社会、影响社会
这种东西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士农工商商一定会排在前面，因为我们创造财富，我们创造就业机会，我们纳税，今后的创业的路，大家永远记住，我们希望对社会有贡献，促进社会的完善，帮助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大家都讲到了战略和细节，我说什么是细节啊？很多员工都会抱怨老板你太细，我作为一个公司的总裁，我经常说因为你不够细，如果你细的连我都查不出来的时候，我当然不会细。战略没有细节，那就是堆废纸。什么是团队呢？团队就是不要让另外一个人失败，不要让团队任何人失败。领导力在顺境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出来，只有在逆境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领导力。任何有顺利的时候一定有逆境的时候，永远要把对手想得非常强大，哪怕他非常弱小，你要把他想得非常强大。商界犯错误经常会出现说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跟不上啊。首先对手我在哪儿都找不到，第二我根本看不起这些人，第三我看不懂因为他们怎么起来了，最后就根本跟不上别人。承认错误并不丢人，承担责任也要勇于承担责任，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留在这一场上面，而是留在未来。战略第一要是要明白谁是你的客户，第二点你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第三你怎么传递这些价值到你的客户上面，就叫你的实施战略。还要考虑到竞争对手，有很多要素，所以你如果这些没有想清楚的情况下，怎么谈战略很明确。一流的创意加三流的执行，我宁可喜欢一个一流的执行三流的创意。一个没有计划性不可操作的创意啊，有的时候只会让大家越来越痛苦。只有客观坦诚，只有很真诚的告诉跟人分享别人的缺点，也看看自己的缺点，你才会真正成长起来。如果你边上的人都认为你要么没用，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如果一个人说你可能不服气，两个人说你不服气，如果很多人在说的时候，你要反省一定是自己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一个正确的制定战略过程中要说，首先要做正确的事，再是正确的做事。你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事半功倍，如果你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你后面做的再正确，你死得越快啊！这两个千万不要颠倒过来。有些病怎么藏也藏不住，它会出来，只有正视自己你才能走得更远。这好比参加奥运会比赛一样，整个奥运精神啊理念做得很好，但是奖牌一块都没有拿到，那还得输。理念这东西有的时候是比较虚的，所谓你手上有两个资源，一人资源，第二是财资源。如果你把人资源用好了，也得把财的资源充分的运用。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当年我们做淘宝网，第一年预算是1000万美金，我的团队都省着用，哎呀这个一定得每分钱都得省，最好是不花钱能够赢。那我就告诉他，如果年底了他把1000万都花光了，最后告诉我们赢了，需要更多的钱，我就会支持他。那到了年底，他说我花了200万，还有800万剩下来，但是我们输了。我说我把这个团队立刻给开了。关注对手啊，是竞争中或者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不表示你会赢。别老是去看对手，有的时候100米赛跑的过程中，你只能往前看，别往后看。对手看得很清楚，你自己没往前走，就等于瞎看白看。你情报获得再好，还是要关注自己的临门一脚。一切的理念、想法、战略，不能落实到一个结果和目标上面，都是空话。团队不知道往哪儿扔，大家都讲：“哎呦，你努力一点，我尽力了，我尽心了。”每次你发现每个人都捶胸顿足地说：“我尽力了，我尽心了。”结果没有结果。营销不仅仅在理念上营销，你不能把钱拿回，你的员工就得饿肚子，你的公司就得关门。再好的理念都只能写在书上，有价值观没有业绩成为小白兔。一个公司啊，小白兔多了以后那就是种灾难。你如果不灭掉几个小白兔呢，这公司就不会前进。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结果的时候必须关注过程，没有一个良好的过程，任何一次成功都不可能被复制。今天赢了，明天也是要输。有一个梦想不容易，坚持梦想更不容易。